大家好，我是胡夫骑射，欢迎你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款万代 SHF 系列的 Anya Forger，它是 Spy Family 里头的重要角色，可以说是今年一个现象级的作品。那以往啊，这种动漫的周边产品的话呢，往往会在动画播出结束之后半年甚至更久之后才推出。然后这一次的 Spy Family 呢，再把第一季呢分成上下两部分。那么大概我记得是10月初吧，开始播放下半部，那跟玩具推出的时间呢，可以说是非常的 match，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将产品的热度呢持续维持住的一个十年安排。那为什么我两盒呢？其实我当时我记得我下标只有一盒，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寄了两盒来，啊，但是你们也不要觉得我好像赚到，没有，他还是跟我算两盒的钱啊，奇怪啊，你就这么认定我缺女儿吗？我缺女儿吗？我缺的是钱呐、啊，对吧？那我总而言之呢，我开了其中一盒。那么作为一个小朋友的角色，它的尺寸是非常小的啊。如果你有变形金刚的玩具的话呢，它可能比现在的核心级玩具呢还要再更小一些。那本身呢，可动的话呢，其实也就很普通啊。手脚的话呢，跟一般的 SHF 可能差不了多少，手臂的转动，还有手肘啊，一样都是球关。手部的话呢，也有几个替换的手掌。替换的手掌这些就很简单，只需要呢稍微扭动一下，啊就可以把它做一个简单的替换了，这个毫无任何的难度。那腰身的话呢，这个是可以这样动啊，但是这个连身裙本来以为可以撕开啊，但是呢，把小女孩的裙子撕开啊这种事情我是做不来的。那它的一个，因为大家一定想要看啊，想要看阿尼亚的裙底长什么样子，所以我帮你们看一下啊，你们可能看得不清楚，我就帮你多拍一下下啊。啊，如果你不喜欢看的话，那我就不给你看了。那本身的话呢，脚的可动也是前后幅度比较有限。总而言之的话呢，这个直筒下来的裙子啊，限制了蛮大的可动。那脚的话，膝盖啊没有问题，脚踝接地左右转动都是可以的。那我相信大家的也应该也不是很在乎它的可动了啊，主要还是在乎它面雕做得怎么样。那以安妮亚附带的5张脸孔来说，我个人最喜欢这一张。它也是玩具包装盒里头默认所使用的一个面雕啊。我最喜欢它的话呢，是因为它的一个嘴巴做得非常的可爱，可以看到里头是有牙齿的刻画。那眼睛的话呢，可爱就不在话下。主要是你转到侧边的一个角度，你会看到它的嘴巴啊，这个弧形是有出来的，非常非常的逼真啊。这个可爱度、萌度的话呢，是非常高的。那头部的话呢，上方两个配件啊，一直是大家很迷的，到底阿尼亚头上这两个装备，我怎么讲装备呢？是做什么用的呢？啊，目前好像，当然动画我是动画党啊，目前动画里头还没有揭晓。那脸部的替换啊比较简单，我们就一个一个做替换吧啊。首先的话呢，头发必须拔下来，啊，这个比较猎奇一些，这个头部就可以换下来了。那我们先换上它一个开心的一个面孔啊，我们把它给换上去。那换上去之后的话呢，哎，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啊，这个非常有元气活力的，骗你生女儿就是靠这个了。那本身的话呢，啊，牙齿还是有的啊，只是把它整个放大，啊，但是因为它的话呢，就这个嘴巴已经张开了啊，这个唇部的这个弧形啊就没有了，还是很可爱啊，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上一张。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一些比较搞怪的一个表情了，那这是一个他非常得意洋洋的一个表情，请称呼我为星光阿尼亚啊，对不对？是叫我 Starlight 阿尼亚，这个表情看上去很欠揍了哈。很欠揍，不过他的，恶搞的话呢，这个东西是肯定是大家，会爱不释手的。那我们继续做一个替换，哎，这一次连这个脸都丢掉了，再来这一张啊，可以说是，世界级的名画了啊。这个大大小小的梗图的话呢，都会用上这一张啊。这个其实是应该是一张友善的笑容，但是明显的我们感觉到它不友善的一个表情。那哎，我转后面看干什么呢？后面难道会长出不一样的脸吗？啊，那它的话呢是这个上方还有几个脸红的这个刻画，不过其实我觉得就没有动画里头那么样的欠揍啊，感觉这张面雕我的感觉只能算很普通啊。你知道它是那个阿尼亚的表情，但是给我的震撼是没有动画片里头出现的时候，这样看上去那么样的欠揍啊。那最后我们换上一个是一个惊讶的一个表情，这个的话呢，我想也是，如果网友们愿意发挥创意的话，应该是可以
搭配很多的一个其他玩具来做一个使用吧。那言而总之呢，我个人的话吧，我预购的话，我是1000台币出头，啊，含上运费可能1100块钱左右，我就买到了。那现在网上价格大概涨了，大概可能有25%左右，可见得它的一个评价还是不错的啊。那以万代过去呢，容易把女角的脸给做崩的，这个惯例来说，这一次的阿尼亚可以说是蛮 OK 的啊。这个表情的话，我觉得，是表现不要说及格了，我甚至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高分数的。那本身高人气的动画角色，而且是在动画片还没有播出结束的情况下，就已经把这个产品给推出来，目前的话呢是比较抢手的。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把一个带一个阿尼亚回家，我相信应该是不会让你失望才对。那今天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